你再说一遍，乐园的房子塌了，还有五个人被困在电梯里了。你等着啊，我马上过来。顾总，为什么新楼盘开售提前发生这样的问题？你们之前知道楼盘有问题吗？顾总，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对不起，我也是刚刚得知这个消息。但是在这里，我向大家保证，所有的伤者我一定会送去最好的医院，用最好的设备去治疗。乐园这个项目我也会暂停关注，如果牵扯到退费，我们一定会堵山处理。是我对不起大家，是我代言的房地产出现了问题，我非常对不起这些受害者们。我现在已经退掉了代言了，我做这些都只是为了帮我妹妹。还有妹妹，这些事情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清楚呢？顾妈，你简直像一女皇，你竟然在这里找顾妈！你来干什么？是来嘲笑我还是来报复我？我让你的顾曼大小姐委屈了？你话太多了。那你来干嘛？送你回家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听说你这次要还10亿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可以帮你。我遇到的事，谢谢你。不好，你疯了吧你！保密一下。不需要。哎，你等等我，我去你家。陆占北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我送你回家还不能进去坐坐？不可能，你再这样我叫人了。顾童，谁敢纠缠你，我不管你是谁，给我离顾童远一点。小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谁？我们夫妻间的事情用不着你干涉。陆占伟，你认识我？我们前几天才见过，你不过是我女朋友的混蛋前夫罢了。你是小钟的女朋友？不可能，你和他……你不是和那个叫顾曼的狐狸精在一起了吗？好一对狗男女！不要再闹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妻子，我和你们陆家人不可能有任何的瓜葛。陆占北，请你离开。彤彤，彤彤，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要振作起来。这很明显是顾曼是在坑你的呀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问题是我该怎么样去还这10个亿的房款啊？我倒是知道一个赚钱的地方，就是不知道愿不愿意去。我愿意。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管是债务还是安全，我发誓。黑拳比赛，臭王风社，臭了。程岸，你说的是赚钱的场所？就是拉客户呀。我说的可不是帝豪俱乐部的外围场所，这个是专门高层娱乐的地方。这里面全是大牌，一晚上不住不了就100万。你还想要还到什么？你是来陪客人的大小姐？算了算了，我服了你，幸好你在我家。这有这么可怜吗？你还想不想还到10个亿？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的职责就是陪人聊天了，让人开心的，啊！走吧。是你们认识啊？那岂止认识？顾小姐当时可是让我印象深刻。顾小姐刚来校，
我可是听说你现在负债累累。我这可是你的事情，就看你有。刘总，我只想涂个口红，再来好好服务你。刘总好酒量，今宵一杯酒，财神今天有。刘总真豪爽，啤酒一口闷，老板是男神。顾小姐，喝一杯吧。是这样的，他新来的，他会喝酒，我替你。我让他喝。他真不会喝，我替他喝。滚！什么脸啊？喝一杯，喝一口。10万，喝一瓶100万。刘总，他真的会喝酒，我替他喝啊！就你死缠烂打多是吧？老子今天非得让他喝！我替他喝，他真的不会喝。你他妈！我喝。喝酒对了吗？顾总好酒量啊！来，接着喝。顾总，他真的不能再喝了。顾总酒量好着呢，接着喝。来，顾总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，再喝下去受不了的。我能喝，能喝。真不能喝了，咱回家啊。你个臭娘们，懂都懂不了，够拿耗子多管闲事，滚！我跟他一起走。喝！你他妈给我！顾小姐，他妈找死啊！我一定是在做梦。陆展北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个王八蛋。嗯，你王八蛋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一辈子。这哪天？顾梦还没醒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。你难道昨天晚上那不是梦？那我有没有胡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帝豪俱乐部？我才不要你管！哦，原来是你毁了我的生意。那老流氓让我喝了那么多酒，还没给我结钱呢。你缺钱，我可以给你。我的事儿不要你管。你把衣服给我，我换好衣服就走。宁愿出卖自己，愿意做我的女人，是吗？对，陆战北，我恨你，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。陆战北，你就是个混蛋。对，我就是混蛋。就是让你恨我，就是让你恨我，恨到骨子里，我就是让你恨我一辈子。顾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能不来啊？我还指着你这个工作赚过你十亿呢。我是说，你怎么还敢来呢？第一天弄鸡飞狗跳的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快别说了，今天顾总是预感不好。你
怎么了？魂不守舍了？刘总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，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？哎，我记得你不是在顾氏集团售楼部当总经理的吗？怎么，白天在公司当总经理，晚上在那当陪酒女啊？什么陪酒女不陪酒女的？这一点，我还得跟我的姐姐好好学习。算了，刘总。我这个妹妹啊，平时就是这么缺管教，自己放荡惯了，跑到这儿来，真是丢我们顾家的脸呢。既然姐姐这么看不惯我，那可以换一个人，不用在这里鸡蛋里挑骨头。哟，换人？你还有脾气了？既然在这儿当陪酒女，那作为姐姐，肯定得给你好好赏赏脸呀。刘总，昨天的500万您还没有支付。同样的规矩，一瓶酒100万，两瓶一起算。今天你们两个人，一瓶200万。哟，咋还坐地起价呢？就200万，就凭你也配跟我抢家产？顾童，看我不玩死！好，来，多喝点，这一杯酒可是200万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妹妹。来，咱俩也喝。哎呀，哎，倒上倒上倒上！别闲着呀，快快快！哎，这个，这都已经喝了这么多，再喝下去可能出事儿。怕什么？放心，出了事儿我兜着。明天的新闻头条我都想好了，顾家二小姐放荡形骸。在不良场所勾搭有妇之夫，你们两姐妹的事我就不掺和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慢慢聊。先走。刘总，刘总，我脑子废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快别喝了，再喝就要喝醉了。不就是10亿吗？咱们慢慢还呗。我还能喝。还能喝。其实啊，你要想拿到钱很容易啊。你现在只要脱了衣服向我跪下，说自己是个店里人，我只要拿到视频，咱们俩的账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你做梦。真是给脸不要脸，装什么正经啊？顾童，你跟你妈一样，都是装正经的贱女人。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说什么？撕烂我的嘴？我真是给你脸了！你，你们俩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哪里来的臭屌丝？我的事你也敢管？找死！哈，我知道了。你是这个不三不四女人的姘头吧？你敢打我！她是我女朋友。顾童，你还真是好样的！你给我等着！我在上面，有人欺负我。慢点。你怎么来了？顾总没事吧？怎么喝成这样啊？问问你的好嫂子吧。我嫂子？喂，黑拳比赛现在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帮我照顾好我姐，如果她再有危险，我唯你是问。
哎，兄弟，你去哪儿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孤单独自的女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爱你？我告诉你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我叫吴振东，是你弟弟。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时，我就喜欢上你。哎，其实我都看了。不好，我真心喜欢你。你做我女朋友吧，我帮你还钱，给你最好的环境，我保证以后都让你过得幸福。